是啊，他现在确实不在那个业主群里面，毕竟那个低级的圈子，怎么能看得上呢？早就已经退了。这还低呀？哦，我当初加入那个群的时候啊，就是一时兴起，想结交一些人脉，谁知道后面啊，一些阿猫阿狗都进来了，觉得没意思就退了。来来来，再敬你们一杯，以后啊，多多关照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混的圈子更高喽？那是，不说其他的，就我们现在住的那个至尊区啊，我都打算租出去了。那房子呀，太小了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他们现在开发的那个焊工已经装修好了，我打算买一栋。要不以后咱们同学聚会就去我那。焊工啊，挺贵的，对呀。是啊，光是8人都有1000多个平。焊工啊，楠楠的房可要预约哦，要等很久的。正好啊，我跟焊工开发商的关总认识，要不我帮你问问，免得啊你预约排号哦，顺便啊还能给你优惠点。啊，你说的是楼王关海吧？那行吧，你打个电话问问。哦，你瞧我这记性，关总的手机号啊在另一个手机上，今天啊不巧没带来。是吗？那要不我打给他好了。喂，关大老板。哎呦，你好，你好！今天的大人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啊，没什么呢，是这样的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，我要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，听说你那边焊工装修完了，还要预约排号才能看房。哎呀，别人需要预约排号，你还等什么？你就说吧，什么时候过来？马上过来。好，我给你个地址。行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这边有个叫三林的人，你认识吗？他说他跟你熟得很。没有啊，哥哥，你可得小心啊，别被不怀好意的人骗了。好，知道了，再联系。说来说去，你才是那个骗子吧？关大老板说不认识你。哦，原来他才是骗子，是不是完全没想到他才是骗子？